这一次回你们好了，我们这只手没有力气的。那我们也是这只手，阿姨，我们这个手也没有力气的。现在是你们会赢的呢。现在我们会赢的吗？对。真的假的？咖喱，同志们，冲燃2020，一起阿姆西，吉利嘎，咖喱，咖喱，比赛继续啊！ 感觉，祝福你，胜利，胜利哥，翟玉坤在划船，太厉害了，，OK， 目前两队打平，我们最后一局了啊，一局定胜负。为了我们这些新朋友的晚上螃蟹，我们还是让一下。陈叔叔眼看着有可能会输，突然说这样一句话，是吧？ 等一下，陈叔叔连手套都不要了。不是，没手套，准备他爱棒子就行了。哇，好害怕哟，怎么办？好，比赛继续啊！来了，我来了，不要不要不要，大哥加油！哇，加油！哇，加油！来了，我来了。 好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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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终于赢了，坤坤已经疯了，太徐坤疯了，后生可畏，后生可畏，谢谢，抱一下抱一下。刚刚在和丽水街村民的对抗中，我们兄弟团获胜。 所以今天晚上这个环节的菜品会享受到由大厨为你们做的双味油谋，太不容易了。蔡导游刚才出力很猛的，你发明了一个新的打法。好，带上自己的书包出发吧。出发。我换个麦吧。那个，大家先走 ，Justin 你的麦，我们换一下。这个他刚弹掉了。啊。我的麦难道？我呢？那么难的，太好了，终于可以摆脱这个沙袋了。